我遇到过许多难以解释的怪事，很多次我九死一生，现在让我带你们进入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里。晚上好，朋友们，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由喜马拉雅电台出品的《怪谈百物语》，我是主播杨派。咱们今天晚上呢，讲的是一个老知青的真实经历。那故事里呢，咱们管他叫老吕。那是1968年，老吕响应国家的号召，来到祖国西北下乡插队。知青点儿是一个治沙的林场，那他呢就在那儿当了一名林业工人，跟着当地老乡打黄羊、打野兔、下套子抓狼、挖陷阱、逮野乐的，什么事儿都干过。哎，就是没打着过狐狸。怎么呢？这一来呀，是狐狸太狡猾不好逮；二来呢，是老吕他们那片沙漠林带里就只有一对狐狸。还记得那一年西北大旱，夏天不落一点雨，是冬天不飘一片霜，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就别提多苦了。每一顿饭都是小米就着咸盐腌的那个沙葱吃，是一点油水都没有。本地的林场职工倒是家家都能养鸡，那时候不像现在都是饲料喂养，过去养鸡那都是散养，搁现在话讲叫溜达鸡儿，他吃点草籽儿、蚂蚱那就能活，所以时不时呢还能摊个鸡蛋解解馋。那么为了防盗，这鸡窝呀通常就搭在自家窗户底下，夜里有点什么动静马上就能知道，所以从来也没有过什么丢鸡之类的事发生过。那看着别人能吃上鸡蛋，老吕多多少少有点眼热啊，心说我们都有一双手，怎么我就不能吃鸡蛋？于是就在自己住的厂部办公室院里垒了个鸡窝，啊，反正也不用喂，白天撒出去，晚上叫回来。没过几个月，这小鸡儿赶赶的可就见长了，眼看着母鸡发育成熟就能下蛋了，谁成想却被一对狐狸给惦记上了。这天早晨，老吕刚起床准备洗漱，一脚迈出门去，却只见厂院里头散落着许多五瓣梅花状的脚印，鸡窝的门也开开了一条缝。老吕心说不好，冲过去一看，果然丢了一只鸡。哎呀，我给他心疼的哟。那个年代呀，物资匮乏，我听过一个知青讲说，有一回公社八月姐发月饼，一个人半块，这男的呢就领回去一块，两口子嘛，结果他馋呢，自己的吃完了没忍住，把媳妇那块也给吃了，结果媳妇回来问月饼呢，让我给吃了。这女的伤心失望到什么程度，返程第一件事就是离婚。有人说一口月饼不至于吧，那是现在，搁在那个时代，这一口月饼所承载的东西比现在一车月饼都要厚重，更何况是一只马上就要下蛋的母鸡了呢。所以这老吕便和这对狐狸结了仇。打那往后，他借护林之名整天到林子里转悠，干嘛呀？找狐狸。那么说好找吗？你琢磨，他一个知青也没个狩猎经验，也就真让他找着了，他连把枪都没有能干嘛呀？你站那骂，嗓子骂劈了你也骂不死他呀。那所以挖了几个陷坑，等了好几天也没个动静，怎么办？那人家是亡羊补牢，他呢那就丢鸡顾家。哎，回去找铁丝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把这鸡家门给围上。可谁知没过几天，这母鸡又少了两只，但是那铁丝可没被破坏，而且看意思啊，这母鸡是死在了鸡窝里。怎么的？满地鸡血鸡毛，旁边还剩三只小鸡儿在那瑟瑟发抖，看意思是受到过严重的惊吓。而这怎么回事呢？狐狸偷鸡，
他怎么进去的？再一个，鸡死的这么惨，这一宿我怎么啥动静都没听着？心里觉得奇怪，但是不太敢声张，怕人觉得自己思想不进步。那怎么办呢？一共就养了这么几只鸡，本意是想吃鸡蛋，但是这么看来啊，要不抓紧时间止损，你别说鸡蛋，小鸡儿都快吃不上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自己吃吧，总比喂狐狸强。那于是他叫上厂里食堂的大厨啊，因为他们俩关系平常不错，再加上老吕呢也不太会做饭，叫个厨子不算糟践东西。俩人是连吃带喝，过了几天好生活。那么聊天过程当中，人请你吃鸡，你总得问问怎么回事。老吕便把自己怎么丢鸡、怎么奇怪的这个经历跟厨子讲了一遍。大师傅听完喝了一口酒，啊，有这个事儿，你咋不早说呢？早说你有什么办法呀？早说啊，弄点马脚，那味道可比这好多了。哈哈哈哈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治狐狸的办法呢。哎，那还真听过一个说法，说这狐狸呀都是妲己的后代。妲己你听过吗？听过，《封神演义》苏妲己。对喽，这妲己是被周武王姬发给杀死的，所以从那往后，天下的狐狸都爱吃鸡，那特别是有道行的那个狐狸精，说吃鸡呀有助于修炼，但是他怕啥呢？他怕姜子牙，所以说狐狸精都怕姜。胡说八道，民间趣谈。但是老吕却听得有点动心了。他们这个沙土地质啊，别的玩意儿种不出来，你要说种姜呢有的是。当天晚上，老吕就把剩下的一块鸡胸肉拿姜末给腌上了。干嘛呀？他打算试试这招灵不灵。那把腌好的肉一样放进鸡笼，外头还是拿铁丝给围好了。你别说，这民间传说呀，他还真是无风不起浪。当天夜里，老吕正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只听一阵呼噜声，那叫一个响啊！哦，不是，您各位有没有打呼噜把自己吵醒的时候？反正我是有，啊呼，哎呀，咋这么大声呢？给自己都给震醒了，翻个身刚要睡，哎，不是我的呼噜。低下头仔细听，哪儿来的声音？鸡叫。嘿，大胆的妖狐啊，你还真上钩了。穿好衣服走到院外，因为他也不打算养鸡了，所以直接就把这鸡架的顶棚给扒拉开了。从上头往里看，果然一只红毛狐狸正在鸡窝里是呼呼大睡，旁边还剩了一块咬了几口但是没吃完的鸡肉，看那意思啊，就跟人喝多了的样子差不了多少。这一下可给老吕美坏了，活捉一只狐狸，你看他那毛色是锃明瓦亮，可见平时啊没少偷吃东西。这要是把皮子熟开了，甭管是做帽子还是做围脖，那都是好材料啊，外带着还能捞一锅狐狸肉。啊，想到这儿，老吕伸手抓住狐狸尾巴，干嘛呢？去皮的动物啊，别拿刀杀，你摔死或者是抡死，它能出完整的狐皮头，方便日后的加工。他打算拎着狐狸尾巴往这石墩子上生抡。可是刚把狐狸拎起来，还没等动手，只见月光之下，一只母狐狸竟然匍匐在地，正朝老吕摇尾乞怜，是苦苦的哀嚎。这天晚上月色大亮啊，老吕看出来了，这母狐狸是怀胎有孕，肯定是看着公的太长时间没回去了，这才找了出来。这会儿公狐狸也醒了过来，那只不过意识还有些模糊，看了看自己的处境，再看看月光下那条母狐狸，他这眼神里竟然透着一股子宁死不屈的坚决，正强打精神朝着母狐狸发出呜呜咽咽的叫声，似乎是在告诉他赶紧走。
哎，而那母的非但没走，反而叫得更加凄惨了。自打文革开始之后，有多少父子恩短、夫妻义绝的场面发生在老吕的眼前。他现在这一幕反倒让他觉得这人呐，有的时候还不如动物。老吕心生恻隐，慢慢的把这公狐狸放在了地上。那只母的连忙跑过来围着他绕了几圈，时不时还偷偷看两眼老吕。过了一会儿，公狐狸恢复了体力，浑身一抖，在母狐狸的簇拥下向林底深处走去了。正在老吕看不到希望却又充满了希望的日子里，中央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。他本身条件非常不错，这么多年文化课也都没扔下，所以赶紧报了名。那等到考完最后一门，县招生办的人说过几天呢，上边有人来县里面试，通知到时候由邮电局寄给你，并且鼓励老吕说，只要面试的时候留个好印象，你这个希望啊还是蛮大的。于是老吕便回到了林场，耐心的等候通知。可是等来等去，眼看着这面试的日子都要到了，才在一天晚饭之后，有乡里的邮递员满头大汗的把通知送来。从县城到林场也就八九十里的路，这封信在路上竟然走了五天。幸亏通知发得早，时间定在第二天早晨八点半到县招办和录取学校的招生老师见面。此事关乎他的前途命运啊，老吕决定连夜出发，步行到县城。于是拿上一些干粮，挑了根合手的镐把，就着点点星光，怀着几分悲壮，老吕出发了。夜晚在沙漠行走，那绝对是难得的一景。老吕一会儿爬上一座沙丘，一会儿又迈进两座沙丘之间的谷底。由于要照顾方向，有时走在人们踩出来的路上，而有时呢，就只能自己重新开路。这沙漠里啊，常年有当地人挖下陷黄羊、陷野骆驼的陷阱，那有的陷阱两三年也抓不住个猎物，而为了防止人们误入的陷阱标志早就被大风刮没了。像老吕这样深更半夜的瞎走啊，往往很危险。想到这儿，他的脚步不由得放慢了。大概走了将近两个小时，已经到了这片沙漠的中部，再走一半就能走出去了。于是他的速度快了起来，也懒得再拿镐把探路了。正走着，这会儿只觉身子往后一仰，扑通一声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老吕就一屁股坐在了摸不着死边的陷阱里。井口依稀可以望见天空中一眨一眨的星星。等到回过神来，老吕开始害怕了，他得赶快想办法从陷阱里爬出去。上不上大学无所谓，要真刮起三天三夜不停的大风，那还不把他活埋了。老吕向陷阱的四壁摸去，这旁边啊全都是柳条编的护墙，这柳条有拇指粗细，根本就禁不住一个成年人的分量。老吕也试着往上跳，想跳起来伸手抓住洞边柳条爬出去，可直到他跳出一身大汗，还是丁点的可能都没有。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喘着粗气。可这个时候，洞口忽然映出了一对尖尖翘起的小耳朵。哎，是那对狐狸来了。母狐狸低声叫了几下，好像在和老吕打招呼。老吕则站起身来向他们招手。公狐狸伸头闻了闻，估计是从气味上分辨出了老吕，一弓腰直接就跳到了老吕的肩上。老吕连忙把他抱到了怀里，任由他那舌头在自己的手上舔舐着。你们俩是来救我的吗？但是我出不去呀，
你要是个长颈鹿那还行，我把着你还有可能。你是个狐狸。那这个时候，母狐狸有打身后扒老吕这书包。哎呦，想起来了，我这里头有纸和笔。赶忙摸着黑从书包里把东西取出来，在纸上写着救命，我掉坑里了，之后又签上自己的名字。那把写好的纸条塞进帽子里，示意狐狸把帽子叼起来，然后拖着他们送出洞口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疲惫的老吕迷迷糊糊当中啊，就在陷坑中睡着了。是一阵狗叫声才把他从昏睡中吵醒，这会儿已经天光大亮。上边有人问说，坑里有没有人呐？老吕一听是厨子的声音，连忙答道，有有有，是我呀。厨子笑了，我说咱这打休生，咱们到坑里来上休了。随着话音，一根粗麻绳从洞口溜了下来。原来现招办的老师看都九点了，老吕还没到，就给林场打电话问明情况。厂里接了电话，来到老吕宿舍一看，人没找着，那倒是地上扔着他的帽子。大伙儿捡起来翻出了老吕写的纸条，这才连忙告诉厂长老吕出事了。那么不久他们就循着脚印找了过来。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后，在临行的前一天，老吕背着一只葫芦鸡来到了沙漠里。他特意告诉厨子，这鸡里可千万别放姜。厨子还说呢，不放姜那能好吃吗？老吕说，这是我送人的，我送那人呐，他不吃姜。多年之后再回忆起这段往事，老李说那天的肌肉之所以能迷倒狐狸，除了和姜子牙克妲己有关之外，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他姓吕。哪个吕啊？八仙过海里头吕洞宾的吕。好了朋友们，那咱们今晚的故事就是这样，欢迎大家喜马拉雅搜索 DJ 杨派收听本人更多精彩节目。你也可以添加我的私人微信深夜小茶馆，我的首字母加上阿拉伯数字00，来与我交流讨论灵异玄幻鬼怪乱谈惊悚事件解密疑团。感谢您收听怪谈百物语，我是杨派，咱们下期见。